謝 YouTube 上面嗰位朋友製作咗個 video， 令我毫無困難地可以行路嚟到呢一度。去長洲有快速船啦，不過一聽到咧就雞飛狗走，似乎都係坐翻普通渡輪穩陣啲。到達咗長洲啦，沿途都有非常清晰嘅指示牌，包唔會行錯路嘅。就已經是北帝廟了。哎 ，come here， 老人家嚟應該，老牛咁嘅聲，哎，過嚟。有燒烤爐啊，可以帶隻上嚟巴別橋。系啦，我哋向上行就会望到呢个北眺亭。特别好多。啊，粉肠啊，粉肠啊！哇，大家好啊！呢個墳場實在係太過好景啦！人哋話 six feet under， 呢個應該冇 six feet 咁深。全部碑都係向海嘅。呢
個都算最舊啦，1865。長洲啲狗真係識得嘆世界。